倒计时键，摁一下开始倒计时，再摁一下倒计时暂停。这是温度设置键，摁一下以后，第一下设置温度，摁加可以加温度，摁减可以减温度。再摁一下温度设置键，设置时间，摁加可以加，摁减可以减。长按可以一直传动，我们设到120秒。好，那么现在来介绍几个组合键。长按住这个减号键3秒钟以后，再加一个加号键，这里呢是这台机器的总加工数量。那么我们再来一个组合键，长按住加号键3秒钟以后，再按减号键，这是我们可以设置我们的加工数量。那么这个键呢是一个急停和的开始键，按一下机器可以开始，再按一下机器可以急停。这两个开关是调节这个的进快慢的一个键，这个呢是调节退的键。那么我们来示范一下，先把这个调快一点，我们放一个杯子示范一下。好，那么有些女孩子做事呢，她担心太快了，我们可以把它旋下去一点，这样子它的速度就可以变慢一点。我们再来一下，这个速度它现在就是很慢，我们可以慢慢的放快一点。Thank you.